我只能乖乖的解任务啊。我跟你说没做啥事，想说又是鬼，但一开始我就是变身过去随便刀一个，然后就早上刀到的是诺伊。一开始的双刀，第二刀是我刀的，我想说有目击者，刚好先刀掉，结果第三个目击者就出现了。但这时候阿妙很可疑，所以就拜拜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我突然我的票我就哇，你们真是三个。在花灯烤到一半就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想要追那个第一刀的人，然后我就被后面的人砍了。哦，我来等那个。我也只是看那边，哎、欸，有人马上刀。来，那我们试试看那个装那个模组。哦、嗯，那跟泥皮不会装，你们就下载那个，然后解压缩到。Among Us 的资料夹里，丢进去就好了。Among Us 的资料夹，对，你可以在那个 Steam 点 Among Us， 然后那边可以看它的资料夹在哪里。管理以安装档案那边可以点。有两本机档案，然后对，直接把这个东西丢进去，解压缩丢进去。哎，没错。OK， 好。游戏要关。刚才上一把，哦哦，好。上一把怎样？好险，上一把队友很扛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刀人之后后面出现两个人？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也是紧急区啊。这次的游戏启动就会有那个 command 是正确的吗？我也有耶。会有小黑窗。Okay, 我也有。好的，好的。应该是他安装好，就是放在这里。让你们看看。我还想说想要保一下泥皮，但又不敢保到底。直接烧起来，你是不是就要拍了？只能说前面有些人直接把资料夹丢进去就可以哈。压缩档丢对，在里面夹缩就可以。不止夹那个资料夹，就是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就一直拉到那个资料夹里面。OK OK。或你直接在那里原地夹缩，你可以看你的Among Us 二十是不是资料夹里面跟我差不多。我还没测试，但应该可以。哎呦喂，它也会有那个哎、欸，新地图。嗯，到了到了。那我们，既然是模组，那就两个强力鬼。刚刚不够强力吗？刚刚是三个啊，三个普通鬼就很强啊。那现在是两个，三个又太多啊，就两个强力鬼。怎么看？进来一定就可以，因为它是不同的地图，模组的地图。那你好像没有成功哎、欸。哦，好，那我重开。确认一下，好，是亚洲吗？是亚洲，但好了，但我的模组也没有模组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模组没有？什么模组啊？没有啊？还是它就只是水下地图而已？我看一下啊。可，而且它的模组跟之前的那个模组只有水下地图模组有更新，模组好像新版本不支援呐、啊，但是就是多这个水下地图可以玩。哦，所以没有模组的，只有地图。对，只有地图，只有地图。啊，哦，懂他的意思了。这样，你 ID 太欠揍是不是？就还是一样，但是你还是要装才可以进来，我们就可以玩水下地图，模组才有的地图。娜娜跟泥皮看看有没有。跑！刚刚那一瞬间、okay ，一秒放盾，一秒破盾，成就还顺便跳出来，好扯啊！原来是开心的，其实我在硬的来就 OK 啊，他就觉得怪怪的，克白跟巧克力两个人直接在那个杰克旁边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。欸，那边我解了一堆任务，是你们都没有解任务啊？那个通讯任务。
我跟克白两边跑去捡。我想说，如果那巧克力不按，就代表他超鬼。我就看杰克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，我就不管，我先捡，先捡看看。怎么会宰这么久？我也宰超久了，我的那个 KB 数只有几百 K。这样啊，那我传到云端给你们。掉下。你皮娜娜没问题吗？有。哦，没问题。呀！耶！也可以用云端这里，好，感觉云端应该快很多。对，那成就要你要倒下变成守护天使才可以，所以是守做你的守护天使。好耶，下载好了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试试看两个鬼，但好人的职业也少一点，好不好？科学家二分之一出现两个啊，工程师只有一只。那守护天使一样有三个可以去保护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水下大地图。什么更新？就是、刚通讯断的时候，我们守护天使是不能做事的。哦，所以通讯也可以阻止守护天使。对，也可以阻止那个工程师，也是不能钻地洞。哦，可以善用通讯破坏。啊，没有杰克。好，等你们刚装好。慢慢来，就是尼皮跟娜娜没有玩过地图哦，它是一个哦，等一下关键是鬼有一个叫做破坏是氧气任务破坏，那你一定要到正中间去拿氧气面罩，那氧气面罩是要把那个打开来，面罩拿出来才是戴上。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。就是场上会是 BB， 就那个很大声的紧急任务嘛。那如果你拿到面具的话，它的 BBB 就只会很小声。哦、所以你要确保是打开来，然后把面罩整个拿出来，这样子才是脱衣出来，左键脱衣出来、那很多人都被那个毒死。左键因为它是这个地图是有上层楼跟下层楼啊，可以搭电梯上下，但是上下层楼的中间都有面罩，都可以去拿。务必要拿面罩哦。好，那就来试试看。通讯拿好。没有，有紧急任务，那个他们关氧气才要。OK。没事，被读过几次就知道了。对，倒下就知道了。走起，来吧。好人呢？好人呢？我是大好人，我是大好人，一般的船员。要去上海是去下呢？我记得是上比较好嘛，上可以看到下，对，上可以看到下。哎、欸，对，一二三四，哦，下面允月跟孟娜，还有谁？下面好像只看到允月、孟娜，所以下面如果、哦、他们倒了，就知道，哎、欸，马上来玩呢、欸！哎呦，马上拿面罩。下面还有阿喵，我觉得我就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等一下看会不会有人没拿好面罩，我就直接来举报。我觉得这个泥皮感觉要倒了，还剩十秒，好了啦，泥皮，好了啦，泥皮，我就在这里看，有没有倒呢？下面孟娜，泥皮倒，哎、欸，没倒，没有人倒。哇，刚刚我的教学这么厉害是不是？大家都会，阿纪，开心哦！哇，阿巧越来越会教了、之前面罩教了几次，大家都倒一堆，这一次呢，哇，优秀，都还活着，不棒不棒，哎、欸，啊，完了。完了，我超可疑，在上层楼的会议室，哈记倒下在那里。会议室。对，而且重点是那是面罩任务，我都在那里看。我原本想说有没有人会倒，所以
等完那个三十秒都没人倒，所以都是大家都有拿面罩，很好。然后我跟哈基就往下走去解任务，然后他在会议室，我在会议室的最底下解，然后解完上来就看到他倒，还蛮快的。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嗯，没有，因为上层中心蛮多人的，所以他应该是上层中心在那边啪啪走，然后过来刀一下就走掉了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天文台看星星，但下层一开始在下层是允月跟阿喵还有孟娜，所以应该不是他们。我还不知道怎么上去呢。你刚刚你有看到我在走进去了吗？我在你旁边走进去那个地方。看到。好，你在解任务吗？那地图可以看，就是它也可以有点上下，就可以看上层楼跟下层楼。它会有一个凹出去的地方。有一个比较白白的地方就是电梯。大厅那边有，然后跟右上角的通讯过滤房那边也有，然后跟正中心左边那里也有，对，有三个地方可以到。大厅那边。对。倪萍应该是好人，因为我们两个也是在上层的研究室那边。嗯，我跟 Lomi 可以互保。嗯，我们两个应该都是好。哦，啊，娜娜在哪？克白在哪？克白娜娜。我在上层大厅。哦。我在医务室。啊，诺英在哪？我是在餐厅的角落，在解任务，微波炉。诺英在哪？餐厅，我在天文台啊。天文台。娜娜没看到人吗？我这边没有人。餐厅角落。啊？哇？不招票上。就两个鬼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嗯。再见了，哈。噔噔噔，那理论上应该看到啊，不然的话他就是刀了之后走左边出去。可是那刀了走左边，我刚刚那个超可疑，他就在那里啊，啊那应该要看到啊，为什么那没看到啊？那你要看到哎、欸，你没看到好奇怪哎、欸。天文台，刚刚有人票诺英，诺英刚位置的报也比较慢一点。如果真的是娜娜没错的话，那过去天文台也是可以。啊，这个泥皮一定不会啊！看五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一块钱买什么？买个甜甜圈，还是买七个？哎，三个，买个甜甜圈。我要刚好花完是不是？二五二八，二八，哦哦哦哦哦，下面有套组哦，哦，我懂他意思了，我还一直看上面的价钱，下面有套组。娜娜是不是你？娜娜还没来，出没中，哎、欸，是出没中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，没了！我、哦、都在下层呢，都没有在那个耶，紧急任务。会不会是娜娜呢？娜娜，现在就怀疑着娜娜跟诺英。但娜娜的可疑度比较高，诺英的话应该会用一点任务。这里都很久，泥皮会拿口罩，非常好。泥皮才经过，允月还在，我们持续不断的完成任务啊！这个允月快走！明月，你再不走又没办法了。哇，我走了一个修卡捷径，但我留下面给明月走。鱼皮、孟娜、诺英，完了，我 是去拍明月，完了，影月，这种黄黄的，哎呦，
守护天使有做事哦。那个尸体在电梯，在休息室上来的那个电梯，然后我刚刚是有看到娜娜在旁边，对，在电梯外 面。那你为什么不拍？我怎么拍？举报。哦、oh. ，你为什么不拍这个尸体？对，你都看到了。杰克看到的是谁啊？我想问一下。黄，应该是黄色的。黄色的那是隐约在上层哦，在上层对的电梯里面，上层电梯里面，然后娜娜在走出来，应该算是电梯不是有两个吗？然后右边我走在你后面呢、啊，是吧？但我跟你说一下，我是从休息室上来看到你，隐约应该是没拿氧气倒的。因为我一开始跟他在水压房的时候有那个面罩任务，然后我就往上走，然后过去拿，然后因为水压房那出来要消毒，所以很久，然后我走之前允月还在里面，所以我原本就想说允月有可能拿不到了，对，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在下层，然后我是走下层储藏室到下层大厅，我没有想要去拍允月，但是很显然他是走到电梯了，所以他应该是来不及拿那个。